全裤呢，我只能说有人可能把它拿来当睡裤，有人可能拿来当安全裤，我觉得都很适用哦，都 OK。 再来呢，它就是颜色这么多，你看得到的白色、红色还有灰色跟粉色我全买了，因为有时候春夏你可能穿一些洋装需要穿一些提花的东西，需要穿一些蕾丝的东西，需要它的下摆是做这种考克边的，然后呢它的弹性非常非常的好，不论是在屁股围、腰围，还有当然我们的腿围就最重要啦，夏天很闷热，你看腿围其实是最大的，腿围是最舒服的地方哦，因为夏天很热嘛，你看腿围其实是最大的地方。好，然后呢它呢它的长度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是妞儿身上现在穿的安全裤，不能太长，不能太短，不能太紧，太紧夏天我觉得相对的对女生不太好，再来呢太紧会一直往上卷，这个也是大家一直在讲那个安全裤的问题哦。好，我们家这一件我自己穿过了，所以呢它是非常舒适，它是棉质的，然后是有螺纹线条，来腰部它都是可以再拉的，只是因为像安全裤我动作会比较小一点点。好，后背的部分其实呢安全裤我讲了不可能太长，它刚好就在屁股蛋的边缘，好让你呢边缘可以遮住我们要安全的地方嘛。好，我觉得这样其实就好看，这当睡裤也很好看，当睡裤也很好看。